新浪娱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艺兴。张PD 好，哎，你好，你好。那我们开始聊了。哎，因为你就是算是作为全民制作人代表参与这个节目，所以你自己全当过自己的音乐制作人。对，你觉得这两个不同？就都是做制作的。那是。对，然后都得懂，然后操心呢、啊。哎，我发现我有点操心命哎，真的。对，你做所有的事情都是爱操心的。哎，是的。嗯。但是做音乐做人，其实你是对自己操心，但这个好像还要更对别人去负责，这个是。没有，因为参与了这个节目，我觉得就是对这个节目负责了。要不就别参与了。嗯、为了把这个节目这个制作人身份做好，你有提前给大家做一些什么功课吗？比如说去了解啊，各选手资料呀、啊，或者什么的，有做哪些方面的准备？给选手就看了嘛，就是他们，我就像块砖嘛，像那个易凡说的，我就像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嘛、嗯。你们要需要我的话，我就帮帮你们。如果你们觉得都已经很棒了，我也不会说什么。但因为怕有时候说的不好嘛，就打击别人自信什么的。嗯。反正就是还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我去尽力去帮你，但是我不会就是仗着我这个身份去给你指指点点。没必要，那个没必要，也不要秀什么技什么的，就主要就是跟别人说嘛，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上次发布会我也去了嘛、嗯，然后我听说就你也自己有表达说，就是好像一般参加这个节目是为了打破大众对练习生的一个固有的印象，或者是有个比较妖魔化的印象。你会觉得大众对练习生之前的印象是什么样子的？在你看来？我不知道，可能他们觉得哦，练习生就是一个非常无所谓的职业，可能怎么样，就是他们看不到练习生的真正在认真做这个职业的练习生，他是在做什么？通过练习生这个过程，这个历练，他又能成为什么？我就是从那个练习生那里面出来的，大家可以跟我就稍微就对照的想一想，我以前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行。就在练习生最最基础的时候。对，唱歌不行，跳舞不行。你唱歌好吗？我不好。你跳舞好吗？我不好。你能 rap 吗？我不能。你以为你长得帅吗？我没有。你最开始就是完全否认自己的。对啊，没有，我没办法，他是跟你说的是实话呀。嗯、但是我觉得，就是作为你这个练习生来说，我觉得也蛮不容易的，因为其实你最开始还是观众凭唱歌进去的嘛，嗯、但你最后愣把自己练成了一个舞蹈担当这种。主要是舞蹈太帅了，你知道吗？他们跳舞就是你唱歌就是，我个人觉得哈，是可以唱，但。就没有那个爆发力，看别人在跳舞的时候，我就哇，怎么会这么帅？然后就开始，以前也喜欢过舞蹈，嗯、哎，但是可能就随便跳一跳。是对对对对，真的是随便跳一跳啊。你是看到什么东西，就突然让你觉得我应该把舞蹈这个东西练好？对，我看到一个人跳舞，我觉得他跳得太棒了，我一定要超过他。颠覆一个练习生的形象嘛，就因为我作为一个吃瓜群众，我们其实理解练习生，除了像你刚刚说，好像觉得无所谓啊，一个职业之外，可能会觉得他是特别苦、特别累，然后就是会特别被妖魔化呀，就暗无天日的一个感觉。对，我觉得这练习生这个练习生这个词语啊，就特别奇怪。你有的人就觉得说是个无所谓的职业，就是可能这样游手好闲。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很苦很累，哇，累到我的天哪，就是天昏地暗什么的。那也没有，就不要太那个，就是其实练习生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练习生，就是练习中的学生，这么想就对了，就是在练习，这个练习的强度包括怎么练习，这都是有老师师傅都是领进门嘛，然后自己去琢磨琢磨呗。如果你在那个环境下面就这样放松自己的话，那就真的出大事了，那真的就荒废人生了。但是如果你在这个环境下面，你是一直在想我要怎么去突破自己，让别人可以看到我怎么去做我自己，比方说不擅长的东西，把不擅长的东西练到最好，这样的去想的话，就真的还会不一样，会不一样一点。对自己的要求吧，我觉得源于自己的要求跟自己的追求。就是练习生来说，他们必须要学一些基本技艺，比如唱歌啊、跳舞这种的。就作为你来说，你需要你觉得最应该去抓他们，就像你刚刚说的是种态度嘛，还是有很多。我觉得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还应该再学习一些什么，除了基本技艺以外。我觉得是三点。第一点是做一个好人，啊，第二点就是去做想做的事情，第三点就是享受这个过程，不要去议论结果。就只要做到这三点，我觉得这就是你就成了一个
明星或者说艺人或者歌手或者偶像或者是什么演员，嗯，哎呀什么演员，或者是演员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职业，如果你具备了这三点，其实就应该是一个蛮完整的心态。但是这是有顺序的，好人，然后先做人，对，先做人，完了以后再去做事，做你最想做的事情。然后第三点就是去享受这个过程啊。因为我看最近在你的宣传片上，他也在一直在强调一个 C 位的坚持。那是他们节目组说的，我没有强调。对，啊，节目组强调 C 位坚持，但 C 位也是很讨论很多的一个话题嘛。嗯。你怎么理解这个 C 位的坚持？我觉得有时候不一定一定要是 C 位吧，我自己个人觉得。不一定一定要 C 位，但是在这个节目的初印象里面 ，C 位特别重要。在这个节目的第一印象里面，这个 C 位很重要。但是，在整个我说在整个社会啊，在这个环境下，其实 C 位并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它一定要有一个领头，这也是肯定的。尽量让自己做到自己最好，给跟自己比的这个对手做，把自己放到自就是跟自己比。不要去跟别人比，嗯，说这种话好说，你真的做起来真难做，嗯，你不知道在哪你就跟别人比上了，自己都不知道，所以这还蛮难的，这是一种 control， 这是一种控制，嗯，所以就感觉你左右不了外界的一些因素，我不要把我自己做好，做到自己的一个，对对，就最顶尖的一个程度的。对啊，自己问心无愧就好了。因为其实你从辅导到现在，你在各种场合都一直在强调努力努力这件事情。我说了，人可以不努力的，只要你好，你不努力可以好的话，谁想努力？嗯，对啊，但是你不努力，谁不努力能好呢？嗯嗯，就是这问题。我不想努力，我不想努力，我真的不想努力，我也不想说那个时候是真的是因为自己不好，希望有一句话可以自己激励自己。嗯，我开这个微博，开这个微博。对，就是我老妈比我先开，她要我注册一个，然后跟她互动。那个时候也没有人关注我，你知道吗？没有那个谁都不知道我的微博。对，就是我跟我妈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互动，没事我发什么，不，就打广告了，就是发一些什么，对对对，发一些这种照片，生活照嘛，就是一些我在做音乐啊什么的照片。因为老妈给我买了台电脑嘛，我想告诉她我真的很认真的在用那台电脑做音乐，你知道吗？其实那个时候也是主要是80%时间玩游戏，就真的玩不下去。真的发现就是有时候跟就把微博一互动起来的时候，就真的是玩不下去，所以后来还是99.9%的时间是做音乐那台电脑。也蛮好的，我就跟我妈说你也值了，你现在做音乐多好啊，就现在全世界榜上都有我做的名次的，对，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的。然后为什么说这个？对，我不知道你就要呢。我们本来说要努力一件事情。哦，对对对。说的对对对，完了以后就是那个微博名字那个努力努力，就真的是一开始就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完了以后努力呢，我也不是因为别人都已经知道，我那个时候还想不承认，你知道吗？就没有想着突然心脏就给我加了个那个什么认证的那个东西，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是谁跟我加的认证，反正突然就认证了，我也没有想着去认证，对吧？好，认证了。那完了以后，这个努力这个东西就已经到了那儿，也没想着去改名字什么，你知道吗？就好吧，那就努力吧。你看到这个，所以我说，等张艺兴哪天不努力的时候，我会把名字改回来，叫张艺兴的。很多人那个时候要我改回来名字，你知道吗？我说干嘛？我就是本来我做这个名字的，就希望自己可以努力，就别觉得自己可以了就停下来，我就一直不停努力，看可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吧。所以你觉得努力一件事情，就是在你的这个先说就是从艺的阶段，就是人生，你会觉得给你带来哪些什么东西？就真正的结果，你是有很注重结果的，比如说努力带来一些成就。你说不注重，谁不注重结果？都注重结果，就是说的好听了，享受过程。但是，尽量少吧，把少的精力放在结果那边，多的精力放在过程这边。对，因为我之前看到你很多采访，比如说到成功的具备因素，你都会说把幸运放到自己。运气很大的成分，对，因为也可能有人比我更努力啊，比方说我绑着沙袋跳10个小时，别人可能跳24小时也有啊，对啊，但他还是没有出来，可能这就是运气吧，这就是老天爷给我的一些运气吧，所以我就觉得那句话并不空啊，越努力越幸运这句话可能是真的，大家努力起来可能真的会得到老天爷的眷顾呢。但那个，因为他这个节目他也是要选了9人的团体嘛，所以你自己亲身经历来看。最重要是他要一个公司，开玩笑开玩笑，九个团体最重要的是就是要凝聚力，完了以后就是舞台，舞台，然后编舞啊、唱歌啊、音乐啊、选择啊，包括造型老师的选择各方面啊。因为你的目标，我听说你之前是说你想成为一个很厉害的制作人，今天这个节目你要更正了一步。其实你接下来有什么就是具体的一些计划或规划的想法？有啊，一直在规划，一直在规划，规划的太多了，有点乱。
现在理不顺了，有一点点，那还好了，可以的，我相信我可以的，努力嘛。这个没办法开导，别人不喜欢这个你怎么开导？就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句话也不白说的，没法开导，你就开导，你反而不让他，好吧，那你别练了啊，反正让他去看看别人是怎么练的，可能会更好效果。我个人觉得啊，就你自己当时是这样，我是有点固执，对。不能给他这种要判断人的，就是判断这个人的心态会不会好。因为我给每一个练习生说话，那时候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看他们的行动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就我能够基本感受出来说，啊，这个学生是倔强的，啊，这个学生是要给予表扬的，就不会那么去说那个人嘛。如果你那么去说的话，会让别人觉得很受挫的话，那也不行啊，就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啊。你如果完全让别人的自信都没有的话，别人怎么建立？你算是越挫越勇的，还是说需要鼓励教？我是越挫越勇。你是就越碰击，你可能就越我就跳得越高，对。可以把爱好选择音乐，因为完全你比方说我在唱音的时候，音都不准的情况下面，看看能不能通过听钢琴多听乐曲，然后跟唱，看能不能唱准。如果实在是音都唱不准，说一定要当歌手，我觉得这是个错误的选择。那是在选，这个错误是发在选择上，肯定。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老天是公平的，不可能说你只这人这一辈子只喜欢音乐，我也有我喜欢的别的东西啊，对吧？去别的路上。对，你应该去别的路上看一看，世界无限大，可能也无限大。我觉得每个人追求自己想追求的，或者是他们的目标很明确，他们就想享受明星光环，我觉得都对啊，就是你们的目标是很明确，就是你想要享受的是明星光环，那你就来呗，我觉得都 OK 啊，这个没有什么很多建议可以。就是你对自己负责就 OK 了。对啊，这个就是你自己对自己负责，反正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以后做打算，未来做打算。如果他做了前面的两点，他去享受一下，我觉得是应该的。因为人生下来不是为了工作的，是为了享受人生的。那我付出了，我是可以有一些收获，对啊，对啊，这当然可以啊，就是每个人的东西不一样嘛。我说了，我是操心命，没办法。最后给这些参加偶像练习生的选手们有什么忠告？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忠告建议。希望每一位偶像练习生呢，我的亲爱的练习生们，你们注意身体，然后保重好自己身体啊！所有的做什么，做艺人也好，做什么事情也好，首先是保重自己的身体。虽然这几个月里面你们会有很强大的压力啊什么的，但是反正一定要保证好自己的心态好，完了身体好。然后如果节目组在允许的情况下面，多给家人打打电话什么的。我的艺名你知道叫什么吗？不知道吧？叫累。这个我知道，我也想说什么呢、对，叫累、你看人如其名，天注定的是吗？这真的是的，干嘛给我起一个这个累呢？后悔，觉得自己我这么累的半生。在那个时候我很有意思，就是我没办法选择这些东西的。这公司跟你说，哎，我跟你看，我看那个也累这个名字不错，我说为什么？他说那个流星花园里面那个角色里面有个叫花泽类的，那个安安静静也不怎么说话的，但是又拉小提琴，对音乐又蛮喜欢，那个就给他。我那时候哪想那么多，可以，只要能出道，可以给你们搞，你们搞，对，可以。就没想到这成了自己这一度伴着自己演艺生涯一个标签，一个那什么。对，这可能就挥洒不掉的一个，就是怎么讲，一个属性吧，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但是它总后面跟了一个累。